Yunchang. Hey, Zhentian. Yunchang, he's how? 伯父，您还是自己问云长吧。哎，别走，我正好找你。我收到消息，现在城里面发生了两桩命案，除了我手下关众无以外，那个正龙寺庙的武僧叫程海也被人杀了。你查出什么没有？不止他们两个，连我父亲也遭到了蒙面人的攻击。哦，他们可是全城顶尖的高手，能打败他们的人应该不多吧？ 这个高手好像是根据云海市的武学家排名，从第10名开始逐一挑战，直到打败第1名为止。那他这次没能杀了你爹，很有可能会再来。嗯，不过我已经事先设下了陷阱，等他自投罗网。啊，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振天，你真是精明能干，多谢伯父，多亏了云长帮忙。哎，老爷，木医生来了。好，星辰，这么晚有什么事情吗？ 你还好意思来呀，叶会长，我有重要的事情想找您谈一谈。好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还挺花心啊。胡说什么呢？要不是我和云长亲眼看到你和楚天瑶在房间里卿卿我我、搂搂抱抱，我还真不相信呢。云长也看见了。哎，星辰，这件事情你要说清楚，有没有这种事？ 这是个误会，我心里是有叶云长，怎么可能和楚天瑶在一起呢？我找他当面解释。算了算了，这是他们的事，只有他们自己能解决，谁都帮不了。真的，听我的啊，过来喝杯茶吧。云长。 叶云长，去哪儿了？呀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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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你！打死你！呀！我告诉你，木星辰，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就他俩，三条船啊！我今天就去他家伙收拾你！打！ 来试一下，别客气。我歇会儿。 你要是觉得这样解气的话，你就继续吧。你别以为我不敢打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是他主动的，我好不容易才出来。 既然你选择了阿瑶，你们就好好在一起吧。之后我们互不相欠，你也不用来找我。云长，我对你怎么样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月影也好，楚天瑶也好，我只把他们当做普通朋友。我这次从神木族出来，只是为了要见你。 就算刀架在我脖子上，我也没打算活着回去。我一天不见到你，就心神不宁。除了你，我已经不可能喜欢别人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一个人的时候多难过？ 谁为不变的守在你身旁？谁为最爱的手也到天长？若来生，我知道，所以我这不回来了吗？
看你一世，可算长。